门开不能动，因为是第一次教他嘛，因为他出这个门，他会等，但是在某一种状况下会等，这种状况没有教他过，所以他会冲。来，放。所以你这个时候用食物来让他注意你不容易哦。我来看哦，现在又要开始要告诉他哦，不能乱冲。来，吃了吐掉了，他一心就是想外面玩。补偿他，不是拿着诱导他，因为拿着诱导他，他现在对食物的那个 喜欢度哦，没有外面的环境。现在又好一点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掌控，他只好寻找次要的好处，然后就是直接跟着也有东西吃，也还可以的哈、哦。我这个就是在室外哦，好，我中间会给他解除。OK， 好，解除就随便了，随便状态，随便状态，不用跟着旁边，不用跟着那个标准的左侧这样。就是他随便他移动，但是你不要给我拉太离谱了。我往你像我的手是，我没有在抓绳子的，就是要一个勾勾哦。我现在再从外面出来一次哦，看看。练的是不一样，比较高级的扶手哦，跟刚刚牵他日期不一样哦。同样是，我是用手牵没有错哦，但是你看他有什么不一样？靠，我们现在练这只狗哦，我一走路，他马上不用坐下就要扶我，靠。